179王一博和183肖战同框，却看到神奇的一幕，网友眼花了。王一博和肖战两个人才加了快本，在快本上他们两个人也是非常的默契的，这就是拍戏积累下来的吧。而且他们出现在快本的这一期节目的收视率也是很高的，看来现在肖战和王一博是真的火了，大家很喜欢他们这个两个演员。尽管他们都是90后，但是他们也一直都很努力，完全不是小鲜肉那种不敬业的态度，所以才能够呈现《陈情令》这么好看的剧。在快本一起出现的两个人同框的时候，也是出现了神奇的一幕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肖战是183的身高，而王一博是179的身高，相差了4厘米，但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却没有很大的差别，几乎是一样高的。